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晚上好呀！哇，现在是6点，哦，这两天天黑得太快了，每次下午的公演结束之后，我都以为是晚上。6点半就直播了，竟然就6点半了。主要是我觉得都到晚上了，我觉得都到10点左右了。我想说播会就卸妆睡觉，结果才6点半。哇哦，果然是冬天了。冬天适合干什么？冬天适合冬眠。吃了吗？吃了一点点东西，吃了周翔买的咸鱼，不是，那是什么啊？哎，完了，那个叫什么啊？咸鱼鲜，是咸鱼鲜吧？新饭来了，来，欢迎你呀！今儿真早，因为今天直播下的早，我今天这个衣服是不是看上去超暖和？哇！我刚刚都逗了会猫，逗了会狗了。因为那个啥嘛，又不是我买的，是周香买的，我蹭了一点点吃，这个送了一个皇冠，冒牌，骗子，这个送了一个，还晕车吗？不晕，我刚刚都逗猫了。他们去吃那个了，不是吃虾，对，吃沙县。本来也想去的，后面觉得外面风太大了，有点冷，不想动了，就上来之后就不想再动了。就冬天的话，就适合躺着减轻运动量。张花锦都回来了，他本来就回来了，他早就回来了。我还看了好久，心想怎么贡献榜没人，这骗子骗大家。张浩景没去吃沙县啊？谁说张浩景去吃沙县？还好啦，我本来去的，后面不想动了，就没去。毕竟，如果你吃完热腾腾的饭一出来，外面风很冷的话，你瞬间就不会为那个刚刚吃的那个热腾腾的饭感到有幸福感。但是如果外面特别冷的话，你进到一家餐厅吃了热腾腾的饭，你会非常的幸福。吃完之后出来吹冷风，你就不会幸福了。我吃了咸鱼鲜啊，刚刚楼下有那种串串炸鸡柳什么的，吃了一点点。刚周先出去之前，非得拽我出去。他本来不去了，我说我去，然后他就去了。然后他出去之前非得拽我去，他说去嘛去嘛去嘛，我说不想动了，懒得动了，我就在那里看猫遛狗。结果他说那你点外卖吗？点什么？我说我不点。他说哼，然后他就走了。还是取决于我，如果点外卖点好吃的外卖的话，他有可能就不会愿意去出门了。现在冷到我都不想出门了，是有点冷。那怎么那么好看啊？这个话怎么说呢？你觉得我好看，我就好看；你觉得我不好看，就不好看。说明你喜欢我这种类型的，那个热量很高，还不如吃晚饭呢。什么东西热量很高？视频和口型不同步，什么视频和口型不同步？我现在不就是视频吗？哦，谢谢你的99个玫瑰，嗨哟！哇哦，这个名字。哈尔滨都零下10度了，我哭！哈尔滨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？这才几月啊？啊，不过入冬了吧？广州27度，广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地方。但是，还行吧。上海好像也还挺，还有20度左右呢。我现在就只有，
我现在北京，就是穿着这么厚的衣服，看我把自己裹得像个包子。北京也太热了，北京热。看你直播赶哦，谢谢飞艇，哇哦，看我直播赶上什么？房间很热，茶水间还好，茶水间没有开空调，我没有在房间。看你直播赶成绩，没赶上就怪我，为什么怪我？我不负责，哼。这看着像睡衣，不是睡衣好不好？怎么我的什么衣服在你们眼中都是睡衣？我天天穿睡衣出门，好吧？嗯。好大的衣服，嗯，确实有点大。居然不是睡衣，当然不是睡衣啊。这个衣服好大。站起来。这样子的，是有点大，嘿嘿，还是坐着吧，站着好累啊，腰痛不知道为什么，嗯，我现在要出门，希望北京的风对你温柔一点。哦，北京的风真的好大啊，我上次差点被吹走，吹得我就想旁边一个楼梯，就是有一个高高的那种梯，嗯，阶梯，我直接一脚跨上去，差点和前面的树撞上了。但是还好吧，现在才刚开始。哦，谢谢你的飞艇。我总觉得就是看起来好，嗯，对，因为它的毛茸茸都在外面。冒泡？冒泡是公的。冒泡我已经送回去了，咋了？五六七对冒泡有想法？不知道。冒泡都有人点击，嗯，不知道。不知道他们怎么回事哦，不关我的事哦，和我没有关系。南方起风开始降温了，哦，北京昨天晚上那个风真的是太夸张了，特别特别的夸张。冒泡很可爱的，好不好？白色德文很好看的，因为我有了一个白色的普通了，所以德文是黑色的那个，黑色的德文也很好看啊，很像一个黑色的小精灵。你们怎么回事？你们不觉得冒泡像个黑色的小精灵吗？白色的也很好看，白色像娃娃啊，白色就像这种。你想一下，我这个手，这个衣服，这里是个猫，然后这里有眼睛，有鼻子，有嘴。北京的风刮起来比沈阳零下20度冷，真的吗？但是沈阳的风确实没有北京这么夸张哦，像魔界里的咕噜，嗯，就像那种精灵，对，冒泡就像小精灵，比斯芬克斯好看，对啊，比无毛还是要好看一点点的，至少人家有毛，哼，差不多啦，冒泡没有毛的时候就和无毛一样，所以当时。所以冒泡又能体验到无毛，又能体验到德文。什么换地方没有短发看了？什么短发？怎么大风越狠，我的心越冷？是是浪吗？怎么大风越狠，我的心越嗯？不是荡吗？嗯，是这么唱吗？忘记了。当妈的看谁乖，当粉丝的看谁萌，什么意思啊？啥歌？不是我的心越浪，怎么大风越狠，我的心荡吧，那是荡吧，只是为了突出浪，是荡，我就说是荡，谁呀？谁骗我？
又套路我，真快要过安检了，啊，这么快就已经到机场了吗？嗯，刚刚在中心也没有多久，浪还行，不是浪吗？是荡，不是浪。我发现这样躺着直播显得脸好大哟，他现在已经躺在了沙发上，看已经躺在了沙发上。不是大，刚刚好。嗯，什么什么不是大刚刚好，还是躺着直播。哎，要是有个支架，这样子架着，然后就这样直播就好了啦。嗯，这样子就可太幸福了，这样子直播的话，呵呵。这样不累吗？有支架就不会累了呀。但是我这样子用手拿着的话，就有一点点累。嗯，还是这样吧。什么？那我买一个支架。我应该是有一个吧？你看 iPad。我直播，你们最想看扑通？请问乐乐什么感受？谁们最想看扑通了？你想看扑通，不能代表大家都想看扑通，好吧？不要加我们，只能加一个我。那你怎么不回房间？我觉得外面的灯光比较好哎。你们不觉得外面的灯光比较好吗？你不觉得茶水间的灯光比我房间的灯光好吗？并且我房间有猫，太烦了。回去他就得我身上。他今天冷不冷啊？我回去的话，这个衣服穿着就热了，所以我就想穿着这个衣服，这样捂着很好，很温暖。嗯，你有一个朋友说他想看扑通，哼，扑通不能随便看，不给你们随便看，想看就看的吧。难得休息室那么安静，因为大家好几个去吃饭了，好几个在卸妆，好几个都在房间待着，因为累了，我都有点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前两次直播好白，那是因为光的原因。我现在茶水间的光是黄色的，所以我现在应该是黄色的，但是房间的光是白色，但是我要调很久，并且它那个白。就是打的脸上的阴影很不均匀。Hello，你好，好啦，连续2天过夜肯定累，我看着都觉得累，还好啦。看扑通一个皇冠，看韩家乐不用皇冠。嗯，你这话说的，都行吧。主要是人好看，但是我黑眼圈很重啊，对啊，我黑眼圈很明显，在这里掉下来了。没有，我的黑眼圈从小就跟着我长大，它是我这么多年来的好伙伴，我不能轻易把它抛。扑通，随便看，想看吗？卡了吗？没有啊。黑眼圈说：“谁要跟你做伙伴？离我远一点。”哼，是卧蚕，不是黑眼圈啦，是黑眼圈加卧蚕，还能舍不得黑眼圈？那当然啊，陪伴我这么多年的，我怎么就那么忍心的舍弃他呢？我当然舍不得他呀，我就是舍不得他呀，我就是想要他一直陪着我。想看扑通吗？好的，走起。左手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右手画一个彩虹，走你。黑卧蚕，乐乐晚上好，嗨，晚上好。黑眼圈显眼睛大，对，这个话我说过很多次。那是黑眼圈，什么是黑眼圈？这个吗？嗯，这上面这个是黑眼圈，嗯，黑卧蚕吧。进来和你打个招呼，然后去学习了。好的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
想看花手，我不会花手，我只会手花。现在真的在茶水间直播了呗？你个憨包！什么叫我个憨包哦？什么意思？熊猫看什么眼睛？熊猫有眼睛啊，那么大，那一圈都是。今天怎么这么甜呀？我哪天不甜了？哈哈哈哈！手花是什么？手花就是手上翻出来的花。以前我都记得不读弹幕了，谁说我不读弹幕了？我天天读弹幕，好吧？不读弹幕，直播说什么自说自话吗？不可以演我们家小嗯。熊猫没黑眼圈，眼睛就没了。对呀，它那么大一张脸，所以黑眼圈显眼睛大，知道吧？黑眼圈显得你的眼睛不灵不灵不灵的大，看我的眼睛有多大，黑眼圈显的。哎，其实哎，我黑眼圈真的这么重吗？这是卧蚕吧？第一次去幽塘，冲着百姓雨喊你，他还扭头告诉我，我听到了特别尴尬，这你就尴尬了吧？要是我，我也会说，嗯，看清楚一点，我是韩家乐。嗨，原来是这样的吗？什么是这样的吗？开始瞎说八道了，胡说八道。我也有黑眼圈，对啊，怎么可能是人类就会有黑眼圈好不啦？没有黑眼圈反人类啊。黑眼圈能显眼大，什么歪理？因为你的眼睛是黑黑的，你下面黑黑的话就是阴影，你知道吧？就会显得你的眼睛很深邃。就像那个叫什么，不是卧蚕，侧影打了之后显脸小，因为它这一块就消失掉了。然后你眼睛的话，这一块黑黑的，就显得这一块都是眼睛。被人打了一拳，对啊，被人打了一拳，你没发现如果脸上被人打了一拳，这块青了，很轻而易举就看见了吗？你直男粉丝听不懂，行吧，听不懂就听不懂吧，哈哈哈哈，对，像被人打了两拳，行吧，就当我被打了两拳。又这么早直播呀，差点错过，因为今天下播下的早啊，这先生凉的还是热的呀？凉的。乐乐房间是不是特别干净？一般般干净。你喜欢乐乐？好呀。可能真的有人趁你睡觉偷偷打你了，不至于不至于，因为是下午场，对。因为今天直播公演下的早，杨叶说特别干净，相对于一猫什么一般养猫的房间会干净一点点吧。你抽牌手气真的绝了，为什么？我在做 MC， 有人说你特别爱干净，就是杨叶了，因为我那天不是赵小姐也说了嘛，就是不怎么让他们在房间吃带味儿的东西，因为他们吃的是那种酸辣粉啊面啊什么的，就这种的话我怕就是因为吃的话。就吃了一会儿就歇着了，就开始玩手机玩游戏，然后放在那里，我就怕猫去吃，或是猫就是手欠，用爪子扒一下，那手上就是油，猫爪子上就是油，就会踩的到处都是。刘亦菲也在杨叶后面默默点头，真的吗？跟刘贤住估计会被气死，那倒不至于啊。看普通的毛就知道肯定很干净，其实还好吧，因为就是房间还是如果有宠物的话肯定还是要搞干净的呀，因为你不能限制宠物不上你的床。是吧？所以就收拾干净一点呗，那你都把它放在房间里随便踩了。是被扑通打的，那不至于，我的猫不至于把我打成这样。你们太看得起我的猫了吧？我的猫是什么功夫猫吗？
进你房间要拖鞋吗？铺的地垫要拖呀，前段地方不用拖，后面就拖了。我要是养个普通那样的猫，肯定没有那么白。为什么？白猫一般都很白吧，也不至于变成黑的呀。因为猫自己会清理自己，猫咪会自己给自己洗澡的。我记得赵小阳在你房间吃东西，东西还不能掉在地上。对啊，就是因为吃东西不能掉在地上，所以我一般都不怎么在房间吃东西。因为掉在地上，猫就会弄走。要不你掉到地上，立马就捡起来就扔掉，不然猫立马就跑过来，嘎叽一口了。以前养狗就把白的养成了棕色，狗狗没有猫咪爱干净了。因为狗狗，反正狗狗没有猫咪爱干净，所以狗狗的话会比较容易脏一点。就有的时候就是之前吃那个什么药的时候，然后对，就是那个荨麻疹的药的时候，然后我拿的时候就掉出来了，就我的妈呀！就猫咪听到那个掉在地上的声音，立马像火箭一样冲过来，我从它嘴里面抢药啊，感觉我好冷啊，没有好冷，我只是这样窝着很舒适，因为。我感觉我现在像躺在被窝里一样，这种感觉，所以很舒适。但是我没有给猫吃，我又没有给我的猫吃药。你们说的好像我的药都被猫吃掉一样。猫发胖是因为吃药吗？那不能，猫不能随便吃人的药。还是回去待着吧，怕到时候大家不知道我在茶水间直播，就很随便的跑出来。大胖子，小胖子，因为我用流量播的，我并没有用无线播呀。什么随便啊？在说啥？我怎么突然看不懂了嘞？黑吗？我卡了吗？黑吗？喂，房间竟然莫名的有一点点冷。黑吗？那就不开灯了，唉，先看会儿天。不是很黑，那我就不开那个灯了，就用这个灯播吧。这个灯竟然意外的可以电一下，我靠，挺自觉啊！看看这只猫，你怎么回事？哇哦，你挺自觉呀，哥。哦，因为我在刚刚在用那个纸巾把那个架子挡住的黑色的给它顶起来。对。黑猫不上镜耶。
他哪里不上镜了？他拍照可好看了，但是你们这个角度看上去他就不好看。抬头，抬头挺胸。我的猫眼睛都很大，对，抬头挺胸，好看吗？哇哦，我的手机没电了啦！再播一会儿，我就下播了。昨天没有关窗户，然后晚上好大的风。哎呀，扑通，好喜欢挠那个木头。然后好大的风吹着窗帘一直在动，然后冒泡就很惊悚，从上跳到下，我觉得它是冷。我开着，居然开窗户来着，因为房间太热了。充电吧，今天出门充电宝没电一样的心情。哈，充电宝没爆，没电可还行。嗯，谢谢荧光棒。没有充电宝，不充电，不是很好充，因为我那个充电的线已经弄到上铺去了，就有点不好拽下来。所以我待会下播之后就下播啦，下播的话就下播啦，下播就下播了呀，谢谢你的 family。我是困了吗？那当然。老婆。哎呦。老婆。呼，呼。不可以。扑通不主动，我也不主动。微博又爆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微博为什么又爆了？朋友家的英短摸都不给摸，为什么呢？他有可能觉得你是陌生的人，所以就是看到陌生人会躲猫咪。哦哦，我刚好搜到了那个提示，哎。不要说这种，我们换话题。因为冒泡它没有什么毛，所以它怕冷。它怕冷就喜欢待在人身上，这种猫啊，就是很粘人，特别粘人，只要有人就待在身上的那种。就是给它穿了衣服，它也会往你身上跑的。其实冒泡这两只眼睛挺好看的，我的猫眼睛都好看，好不好？咕噜的眼睛是蓝色的，普通的眼睛是绿灰色的，绿色灰色偏黄色。然后冒泡的眼睛是黄色的，它们眼睛颜色都不一样。扔它一个暖气片就在那儿，它不怎么。我到时候把他的猫窝拿回来，他就会睡了。他会找地方睡，但他不睡地板，就很挑这个猫，他不会睡地板的，不会睡硬硬的东西，只会往软软的东西上面睡。刚刚抬眼那一下有点帅，冒泡吗？冒泡眼睛还挺好看的，他眼睛就很好看啊，是吧？冒泡这里，你看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发出声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对，冒泡就喜欢在身上待着。昨天睡觉之前，咕噜也上去，睡在我身上。扑通，冒泡也要在旁边蹭蹭蹭，就很拥挤。多久没看见咕噜了吗？对。咕噜，这里。哎呀，咕噜就默默地待在旁边。
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哈欠大的呀，给你困的哟，嘿嘿，哎呦，怎么回事呢？大家今天都这么粘人呢？因为他刚刚在看我来着，我把镜头转过去，他就不看了。怕还好吧，可能你比较暖和，大概吧，大概是比较暖和。咕噜和冒泡的性格和性别看着像是调换了，什么意思？他们吃什么猫粮啊？他们吃渴望。这么可爱的猫陪你玩，真的好羡慕。这哪是睡衣，这是棉袄。我这个衣服看上去就很暖和，那当然，就是因为很暖和才穿它，但是只是看上去暖和，因为它看上去毛茸茸的。咕噜一直很像男猫，一直很像公猫。冒泡因为很粘人，我播到几点呢？我播到7点半吧，我6点半开播的，我6点半才开播是吗？那我播到6点半吧。我播到7点半，这店顶得住吗？还有20分钟，我也不知道它顶不顶得住，还有20分钟哎。冒泡也看到咕噜在上下跳，冒泡看到扑通在上下跳串，他就很激动，我感觉他要去参与扑通的战争了。扑通，不要挠床垫啊！你饭吃好了，我吃啦，我饱了，虽然不是吃的饭，看这个猫。哎呀，咕噜干嘛呢？猫的日子过得太开心了，对，它们开心。哇哦，谢谢你的飞艇，谢谢这位朋友很霸气的人的飞艇。他看不通了，暖天天打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猫泡窝在这里，看上去很舒服的样子，就再也不想动了。哦，谢谢你的飞艇，谢谢这位朋友的飞艇啦！最近大家都很爱哦，很爱飞艇。自从我发现它像一个猪之后，我就没有，我就，大概和猪一样圆吧？怎么能把它看成飞猪呢？突然台湾腔。我最开始进团的时候就很像台湾腔，好不好？我们姐姐还说我像台湾，当时的老师还说我台湾腔呢。谢谢你的 fighting，谢谢你们的飞猪，给飞猪打广告了。飞猪，我知道是那种小飞，哦，那是小飞象。飞猪，但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就很多飞猪啊。今年过年，因为今年是猪年。对，哦，谢谢你的飞猪。飞猪是一个什么啊？是一个旅游的 APP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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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哦，谢谢你们的飞艇，谢谢大家。这个发型整成国字脸了，真的吗？这下不是国字脸了吧？类似携程，对对对，想起来了。哇哦！谢谢，阿里系列不是我知道，我忘记了。你看猫泡终于耐不住性子，要和他们去玩了。哦，
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就结尾的那一瞬间，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，就很像一只猪飞过去。我之前用过飞猪，好不啦？你们怎么搞的？我就断网，连 APP 都不会用了，是吗？就断网断的，连这些东西都不会用了，是吗？嗯。那我平时都不出门了，手机也不玩，是不天天在家里啥也不干啊。头发撇下来舒服了，因为刚头发是被衣服扎进去了。飞腾颜色和猪的颜色很像，对啊。天天打坐，哪有？你俩不说我。悄悄木鱼。不对 ，no， 猪肉的价格倒真的是飞上天了。现在猪肉、牛肉贵吗？如果你不当小偶像，更加断网了。嗯，也不一定吧。青灯古佛，哎，青灯古佛是什么里面的？天天躺着还敲木，一个价了，牛肉也涨了，真的吗？哪是演的呀？看没有，这是卧蚕，哼哼。猫在打架吗？对，鸡蛋现在都贵了。嗯，我今天不是看到说鸡蛋降价了吗？这卧蚕有点大，就是卧蚕。这话听你说一万次了，是吧？这位朋友，看你说这个话的内容，感觉是一位老熟人呐。这卧蚕两层的，就一层啊，就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结束了呀，底下还有吗？底下没有啊，是平的，是平的，哎，你们又污蔑我。我朋友回来了，对，好，你又回来了。讲讲卧蚕和眼袋有什么区别？卧蚕呢就在这，在这一卧蚕在这一段，眼袋在这一段。你看我笑起来就没有，所以我那就不叫眼袋。如果这样看有一点点的话，说明这是黑眼圈。如果这样看就眼袋的话，它是在下面有一个鼓起来的东西，所以那叫眼袋。这样子是黑眼圈，有可能有点凹进去，你们会觉得，凹进去的话那是泪沟。抬头看是什么意思啊？眼袋是瘪的，谁说眼袋是瘪的？眼袋是鼓出来的，瘪进去的、凹进去的是泪沟，知道吧？是吧？这就没有啊，所以这不是卧蚕，这是啥？这就不是眼袋，懂没有？这样看也没有，看看泡泡。哇，这什么小帅哥，哇哦，帅哥美女就是卧蚕，丑了就是黑眼圈，抬头就没了。什么叫抬头就没了？是这样吗？嗨，是这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有点看不懂了。我这不叫眼袋，我这顶多叫卧，叫什么？叫泪沟。就是没睡好，凹进去了。他说的你说的在你，什么意思？周夏逃了惩罚，什么惩罚？我去百度了，百度了，都把你看懵了，那你就别看了。光脚跳舞，啊，周三没有拖鞋，对哦，他没有拖鞋，他这个水货，他欺骗我们大家的感情，大家不和他玩了，哼。
周虾，哼。水货，今天要周杀用脚直播，嘿嘿嘿，用脚直播，把鞋脱了就用脚出镜。你给你们看看，冒泡好看的就在于耳朵。如果它没有耳朵的话，它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个啥玩意？嗯？你怎么这么丑？还是有耳朵好看。他眼睛没了是开心，好吧？人家想睡觉了，所以他才闭上眼睛的。对呀，是不是冒泡？他是想睡觉了，变成仓鼠。冒泡脾气好好，冒泡脾气才不好呢。冒泡是这三只猫里面脾气最暴的一个，他就给我一周的出门时间，我超过一周不回来他就闹了。对，我只要超过一周就说，哼，我就给你一周的时间，你超过一周不回来。完蛋，房间 over，回来全部重新收拾。有什么能打破的，我都给你打破了。吃饭啦！今天晚上吃晚饭了吗？我吃了东西的，对。所以也叫吃晚饭了，吃了东西就是吃晚饭嘛，是吧？你看我昨天直播也没有吃零食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直播也没有吃零食，是不是？哼，韩家乐竟然直播没有吃东西了，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，哇哦，太不关注我了。太不关注我了，我伤心了。再见，我要下播了，再也不和你们玩了，不和你玩了。我已经说了，我吃了咸鱼鲜啊，要说几次？说几次？说几次？鲜鱼鲜，行吧，鲜鱼鲜，唉，一来就说了我吃了鲜鱼鲜，回来吃了两串肉，以为底下有炸鸡柳，结果呢，来一个人问一下，来一个人问一下，我说几次，说几次，下播加餐吗？不一定哦，应该不会加餐吧，没有什么想吃的现在。我想吃的只有辣的，就是饿倒是不饿，就是嘴馋，嘴馋，想吃辣的，但是又没有特别想吃的辣的东西，并且我现在在房间的话，看不到那些吃的就没有食欲，就不会想吃，除非是我在茶水间一直坐着，然后他们在茶水间吃东西吃得很香很香很香。我下次直播标题用这个，用什么呀？你知道你们每次玩这一类游戏，白星与杨烨输了就偷你零食吗？偷我零食吃呗。吃呗，反正他们不吃，我放在房。哦，其实我没电了，还有最后一点点电。他们不吃，我放在房间也有可能会忘记，因为我一般想吃东西了就会去别人房间吃，因为总会忘记自己房间有好吃的。我昨晚去找老牛了吗？没有哎，昨天去找老牛来着，结果没看着他。
以防万一提前，拜拜。我说7点半就7点半，还有7分钟。我好聪明哈，益智类游戏一直赢，因为我在我房间打的，我房间的气场都是我的气场。我觉得你手机顶不住，就7分钟怎么可能顶不住？你太小看我的手机了，我好歹1%的地，还1%的电还从坐地铁从哪坐还坐到了，还能坐地铁呢，从进站到出站，都还要扫码呢。哼哼哼哼哼哼哼，我一定省电模式啊，没有啊，我没开省电模式，我没有开省电模式的习惯，就每次提示我电量低，就是。这边是关闭，那边是开通省电模式，我都是点的关闭，就习惯性点关闭。眼睛好好看，我的猫的眼睛也好好看，你睁睁眼，算了。我手机电到20%，我都会恐慌。不，我手机电只有在10%和5%的时候，我才会恐慌。因为手机日常没有电。所以，我日常带着它和没有带它的区别就是，在我恐慌的状态下，是因为我有可能要买东西付账，然后手机没电，就会这样恐慌，或者是打车的时候，看到手机的电只有5%或是2%的时候，我就会恐慌。它有10%，我打车的时候我都不会恐慌。我们只会恐慌，手机没有钱，那是真实和恐慌没有什么，和恐慌没有什么用，就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。哎，不，有办法改变，加油努力，好好干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们先定个小目标，试一下我才会充电，随身带充电宝，我不带的。好好搬砖，对呀，我天天都在努力的搬砖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哼！寒假了再营业，先定个小目标，挣他一个，这不是小目标，这是远大的理想。冒泡，你干嘛呢？他睡得好香啊，要恰饭的吗？恰饭，哼，这个猫睡自闭了，能看出来这个猫怎么睡的吗？哦，这是耳朵，这是这只耳朵，这是这只耳朵，哎呦我的妈，黑成一块去了。这是脚，这是头，来抬头，让大家看看你。好，继续睡。有公园乐了就会直播。什么？我想发脾气。我什么时候发过脾气？他太黑了，所以你们看不见他的头，但是我能看见呀。果然手机的像素和眼睛还是很有区别的。还有3分钟，3分钟，我发脾气啊！我发脾气大概就是不想说话吧。看他睡得蛮舒服的，那当然，在我身上，
有一个自动发热体，我身上暖和，他身上也暖和。喜欢冷战，也不一定吧，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对，大概反正就是不说话吧，发脾气大概也就不说话吧。如果我真正发火的话，我应该是不会想说话的，因为大概就是在克制自己，就是我在发火的时候，你也不要和我说话，因为我怕我克制不住自己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还有1分钟。还有1分钟，为什么镜头里面就看不到寒假了嘞？不知道说什么玩意？为什么镜头里面就看不到冒泡的头呢？打人倒是不至于，怎么可能会打人？也不一定啊，我现在下播是因为我现在有点困了，有可能待会我半夜有精神了，我就开播了。打人，我没有打过人，我又不会打人。真的有可能哦，但是我只说有可能。我没有一天直播过2次吧？那你小看我，我一天直播10次的都有，因为我直播就开不成功。卸妆了也可以播呀？什么时候我的妆限制了我的直播吗？虽然我都是说化妆了就会直播，但是不化妆我直播的次数也不少。我下播了，拜拜。嘿嘿，拜拜拜拜拜拜。